FM 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广东汕头的会员小李。在7月28日，我申请得到帮助22,980元，其中有19,000是我的本金，剩下的是利息和推广奖金。匹配完之后，马上有人打款到我账号。其中有一个打款人是过了72小时没有给我打款，但是这个时间倒计时72小时后，系统马上给我匹配了新的人。10几个小时后，我就收到了这个最后一笔打款。所以说 3M 的规则很完美，不怕别人不打款，或者说别人收款后不确认，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平台。我会把 3M 当成自己的一份事业，传播 3M 的诚信、善良、公平、公正的能量。谢谢大家。